夏天总是那么的漫长，怎么消磨都不会殆尽。我总觉得来到这里，没有四季，只有夏天了。我没有想过要回去，虽然回去也应该比较安全，但是我觉得在这里挺好的。有时无聊的时候我也会看书，一开始我会一页一页的看，记住什么时候我看到是多少页，还剩下多少页。但现在我已经不在乎了，我觉得理解书本的意义，对我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。我就是一页一页的看，看完了再看一遍，为的就只是消磨那无聊的时间，让自己心情能够完全的平复。我来这里已经600多天了，准确的说，应该是632天，有时会突然想起那件事情，可是我做梦倒是不会梦见他，至少这让我好受一点。他就好像得了一场大病，就这么离开了。我现在有时候怀疑他是不是真的存在，他就像没存在过。我觉得终究有一天我会忘了他。连我自己都忘了他，那别人怎么证明他的存在呢？是吧？每天我都会在海边捡垃圾，捡完之后把它们埋葬起来。我觉得这样有助于我遗忘他们，他们也终究会被大遗忘。是我来这里的第304天，对，第304天。前两天我出了海，出了很远，我想看一下海的另一岸。我害怕死去，但是我不害怕死。人真的很奇怪，你说不怕死，又会怕回去，都在这里。我出海，后来看到了几个蓝色的水母，很蓝，很梦幻。我想起了他，他去，明明是红色的，是热的，就是水母它又是蓝的，又是冷的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想起他，我想伸手想去抓一只水母，可是我抓不到。
后来风越来越大，浪也很大，我抓住绳子，才没被拍下去。我也不知道，后来风浪越来越大，所以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回来的。我从没想过那样，我也不会想到我会做这种事情。这么多年朋友，我真的是冲动，所有难听，都没想到现在。是怎么带到过去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都怎么扎进他肚子里呢？为什么？现在一切都回不去了。我说你现在这个时候叫我来这里干什么？上次欠你那2000块钱，我会还你的。欠了这么久，现在你就要还了？我说过，我欠你的我会还给你的，但是你上次打我的，我会让你加倍还给我。你倒是试试。哟，长志气了。告诉你，别碰！碰一下怎么着？同志哥。